是果冻姐姐，我是柠檬哥哥，我是优格姐姐，欢迎来到某某欢乐谷。我是彤彤姐姐，我是柠檬哥哥，今天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学这首微笑恰恰，跟着彤彤姐姐还有柔宇一起来练习这个动作吧。张大眼睛跳跳跳，一朵花恰恰恰，两朵花恰恰恰，哇，是不是很可爱呢？我们再来练习一次哦。张大眼睛跳跳跳，一朵花恰恰恰，两朵花恰恰恰，哇，那我们现在跟着音乐来练习看看。小小糕点恰恰搅一搅，乖乖宝贝来玩具修好，眨眨眼花花水跳一跳，健康眼睛灵活大脑。现在我们练习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呢是柠檬哥哥最喜欢的哦。柔宇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一起来，一起挥挥手，屁股扭一扭，一起挥挥手，屁股扭一扭。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可爱呢？小朋友，我们再来跳一次吧。柔宇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一起来，一起挥挥手，屁股扭一扭，一起挥挥手，屁股扭一扭。哇，大家都太棒了！现在跟着音乐一起来一次吧。吹吹风晒太阳笑一笑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做做体操，走一动溜溜汗，摇
现在赶快跟着音乐一起跳这首微笑恰恰。今天有练习新招哦，嘿，看我的钟摆，嘿，好好玩哦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还有一个环游世界，嘿，回来，哈哈，我好厉害哦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还有一个是铁塔，嘿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哦，太好玩了啦，嘿嘿，哎呦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一组玩一组玩，妈妈会骂。要先去写功课，嗯，先放这里。你要乖哦，不要乱跑哦。嘿嘿，写功课，等等等等等。哇，回来了！哦，外面人在家哦。嗯。哦，那是什么啊？哦，是最新的黄金盔甲溜溜球，哎，这个很好玩呢，哇，嘿，嘿，不知道这个是谁的耶，放在我们家应该就是我们的吧，要拿回房间练习。我回来了，
小宝贝们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！哎呀，妈妈今天去周年庆啊，买到好多东西啊！没有人在家、啊，哎，没关系啊，今天就买到这个最划算了啊！这是爸爸一直想要的礼物，他看到一定很开心。太好了。哎呀，这么多礼物，大家吃完晚餐再来拆礼物吧。小宝贝们一定很开心。啊，我真是个好妈妈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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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嗯？哎？这里怎么有一个礼物的盒子啊？嗯，来看一下。哇，是相机耶！我刚好想要一台相机。他就出现了，哇，太好了！等一下跟小美就可以拍照了。来来来，赶快来做晚餐。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啊，我来想一想哦。噔噔噔噔，哦，功课写完了，嗯。妈妈，妈妈，嗯，我很乖哦，我功课都写完了，那我可以玩溜溜球了吗？哦，写完功课了就可以玩了。耶，太好了，练习练习。我刚刚呢又想到一个新的招哦，就是，哎，溜溜球怎么变盒子了？哎，我刚刚玩完放这里的，奇怪了，哎，到哪里去了？妈妈，你刚刚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桌子上有一颗黄色的溜溜球？黄色的溜溜球，它大概这么大一个。桌子上没有啊，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桌子没有东西啊。哎呦，妈妈，糟糕了啦！那个溜溜球是我跟同学借的，如果弄丢了，我会被他骂啦。啊，好好好，哥哥先不要担心，我们来找一下嘛。家里就这么大，怎么可能东西会不见呢？对呀。我刚回来的时候呢，就把大家的礼物都放在这里，然后把爸爸的礼物拿出来，怎么会不见呢？礼物盒被拆开了。嗯，妈妈，该不会你的东西也不见了吧？对。我的东西也不见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家该不会有小偷吧？妈妈，你不要吓人家啦！你别怕，哥哥来。妈妈，我们家怎么会有小偷呢？没关系，妈妈会保护你。妈妈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不要怕，爸爸不在家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妈妈，我好像听到什么脚步声，在我们后面呢。在玩躲猫猫的游戏吗？哎呦，不是，yeah, 不好了啦！家里好像遭小偷了。啊，遭小偷？对呀、啊，哥哥的东西跟我今天买回来的礼物都不见了耶！都不见了啊！那爷爷去看看我的东西还在不在？快找找，快找找！哎呦，妈妈该怎么办啦？没关系，我们冷静。东西不见，家里有小偷，报警！报警！对，老师说如果失火的话要报119。那小偷如如如。哎呀，弟弟，我天伦，等一下，遭小偷。妈妈，你看他手上，弟弟，你拿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黄金盔甲溜溜球啊。那请问你怎么有那个？嗯。我从桌上拿的。哦，就是你，还给我啦！这可是我跟同学借的黄金盔甲溜溜球，哎，我明明就放在桌上，原来就是你拿走了，害我很担心。啊，我借一下嘛。嗯呐，哎，大家我来拍照，一二三，耶！哇，爷你看，哎，真的真的，这边，这里这里，哎，姐姐啊，嗯，你怎么会有这一台新相机啊？哦。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，看到桌子上有一台相机，我就拿走啦。哦，那是我要送给爸爸的礼物。啊，我想说，我正需要一台相机，他就跑出来了，我就把它拿走了。姐姐，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就拿走东西，这样子是偷的行为哦。偷的行为，
所以要先问过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弟弟，你也是，没有问过别人就拿走东西，这样子也是偷的行为。就算是在家里面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可是不是你的东西，也要先问过别人才可以拿。哦，妈，知道了。嗯，这样才是尊重别人。是啊。那既然妈妈东西找到了，哥哥东西找到了，那爷爷的呢？哦，爷，你什么东西不见了？我的那个限量版的签名照不见了。限量版的耶，限量版。爷，是我。因为最近要交换礼物，我就去书房拿了一些照片。这是你的吗？害我吓一跳。对，这爷爷的啦。哦，对不起啦，爷，还给你。这泡芙姐姐给爷爷的呢。啊。眼睛秀眯眯 ，Go Go， 好心情。